咖演唱会一波接着一波带来可观的演唱会商机，也带动了住宿率。11月11号，日本摇滚天团 Coldplay 即将来到高雄市演唱，目前市区的订房率已经达到了80%以上，对于观光产值有正面的注意。而为了杜绝部分的不孝业者趁机哄抬房价，市府观光局这次会同市府消保官主动的稽查房价，在这一次稽查的13家业者当中，有4家旅馆业者他的房价超过了被查房价，后续我们将会依照规定处以新台币1万到5万不等的一个罚锾。为了要确保高雄市的观光业能够永续发展，我们这边也特别的呼吁业者要按照他核定的被查房价，不要偏离市场行情，也不要遇到重大活动就恶意的哄抬，这无疑是杀鸡取暖，也希望大家共同的遵守，来维护高雄的观光形象，来让所有的旅客在高雄市有一个愉快的假期。